其实伫咧跨年进前诶，即个圣诞节哦，以后嘛是真济民间社团拢会举办活动诶一个时机。新闻继续要来看，就是伫咧每当圣诞节前夕，台中各界基督家庭协会拢会南下家己到闽台家园带来演出，希望透过表演哦，互行动无方便或者是弱势诶儿童，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，含提早过圣诞节气氛。伫今年即项活动是伫咧13号诶上午来登场，有真济义生含小朋友在现场气氛。的带动之下，登现出相当天真的笑容。台顶三位大叔叔迈入演出，目的是要带卡百外位信心教养院和闽道家园的儿童，以及两间幼稚园的小朋友，有过圣诞节的气氛。而且这项活动已经成为惯例，来自台顶的国际基督家庭传教会馆，也已经连续第五年南下家己来演出。圣诞节快到了嘛，所以我们的希望是可以表达这个讯息，就是耶稣将来世上，然后带上帝的爱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这样子。耶稣跟上帝的真的非常爱这些小朋友，还有对这些小朋友，还有很爱这些照顾他们的人，我很佩服他们，真的，他们天天都来这边，都在这边工作服务他们，这样子，我觉得很伟大。所以我们也很高兴也有机会可以跟他们表达一点气氛嘛。感谢国际基督家庭传教协会，他们是一个组合，他们每年都到圣心教会闽道教会来关怀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。我们今年也邀请了自由生，还有小明幼稚园，还有早疗的小朋友一起来热闹。他们的来临就是表示圣诞节已经到了。在圣诞节的期末，我们真的怀着感恩的心，谢谢社会各界对闽道家园的支持与鼓励，他们带来给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快乐。这场活动是在闽道家园的内部广场来举行，就算讲行动无方便的义生，也在义工人员的协助之下，拢到场观赏。真侪义生和幼稚园的小朋友是在现场气氛的带动之下，也展出着天真的笑容。新闻科技红加机关采访报道。